龙年求财，龙神镇守的开运发财水。我们有奉请龙神在这里镇守，所以香客来到这里呢，都会来到我们的龙神池前面哦，做许愿。全台海拔最高土地公庙有求财三宝。我们地公啊，会做灵验。伊讲哦，伊较早做神有唱三宝，讲哦要提转来咱江宁做定三宝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